好嘛呀，我们来看这次作业。好，字型越抓越好，但是呢，线条的那个熟练度，好、哦、还不够，哦，就是说卡卡的啦，哈、哦，写的夹夹呢，哈、哦，那就是练习量不足了，哈、哦，不然就是形状是出来了，哈、哦，然后这很重要，哈、哦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兰亭快写完了哈，要去买那个，最好买了哈，那个 A3 版的，稍微放大一点点的，啊，那个 A3 的兰亭，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写那个，然后还有圣教区的 A3 版一样，啊，尽量用买那个比较清楚了哈，你在北部应该还蛮容易买得到的哈，当然一时间找不到。哦，就是先用影印版，小心这个勾圆润感。但是你现在离你要写那个还可能还一段时间。好，稳定下来了，记得哈、哦，这个练习哈、哦、要够多了哈、哦，尽量养成可以每天写是最重要的哈、哦。毕竟这种东西我们。不是每哦，就是随身必然要写的书法哈、哦，所以一定要强迫。好、哦、像这个代笔都不太顺，那我们就是一定要哦，借由这样子不断的临摹，才能去补哦我们这些不足哈、哦，不是从小拿毛笔的。哦，不然呢？要写到能够随手很轻松的写出好属于自己满意的字，那不是那么的简单啊。故啊，你可以看到每天花多少时间的哈，我、啊、就是成正比的了哈。线条上的这个熟练度、哦、你造型是可以，但是现在接下来你看这些写的那个速度感还有那快慢、哦、要快慢，不是只有快或者慢、哦、然后温润的感觉、哦、要再多注意、哦、就是转折有时候就是停，多停一下，多按一下，提轻重快快慢让它出来，这样字会更有一种精神、哦、更有味道、哦、就像音乐、哦、有大小声有快慢这样、哦、不然你的、哦、这个都抓得不错、哦、小一点点。好那、哦当然，这是成正比的啦，哈，跟练习量，不可能写的少少的，或者是，想，我相信成年人哦，你们都是想的比做的多了哈，就想太多了，所以挑都不够圆润。有时候呢，知道了，就是接下来就是，这花时间。当然越去动脑筋去想当然是越好，但是练习量绝对要够、哦、挑深，这里有问题，你看到拖一下起来，提轻一点，加重，变轻再按，重，啊，这提顿之间，啊，就是多练习啊，然后练习到能够跟他一样，那不要太多怀疑说啊，我要很快的要有自己的个性，弹那个弹现在。讲那个太早太早了哈，
先可以写很像，圆滑的挑起来，哦，学到它的技巧之后再来说，哦，要自己啊，哦。那越聪明的人越想要跳过这一关，觉得啊很快就可以发展自己啊，哦，而且你在周遭很多人一定会这样讲哈，哦，如果参加其他的社团都会说啊你学不错了，就干嘛一定要临摹哈，哦，这种。一定会很多，小心这里，哦，临摹是一辈子的事，跳过来，哦，蛋。推一下，再过来，哦，圆润的感觉不够，这样，切，过来齐。你的造型是其实不错，很好了哈，就是那种流动性还要再加强，然后再哦该挑，哦，这些速度感稍显不足，然后呢？就是字形越来越准了哈，后来要写小啊，写小一些细节才会更注意哈。好，啊，这个流畅度越来越好了哈。好，轻重可以再明显一点落快。再来看字韵的部分，好，八个字，好，抱云门将，嗯，选这样子。哦，这段落怪怪的了哈，不太顺了哈，因为五言的被你切成八个字。好，抱云门将，好，这抱字太扁了一点。然后你的格子则可是这样细长也可以啊，哦，这样上下之间比较疏朗，也是一种美感的表现，但是字太扁了，轻重上太轻了哈，这脚啊向左一点点，等一下我墨汁太浓了，应该说每张纸的吸墨量不太一样哦，装饰底下要重，挑要圆润，厚一点。不要那么薄，这小一点点，短一点点哈。好，这里稍微大一点，然后这支钩不用那么长，哇，这距离拉的有点太大了一点。云，结构上你看你这里有点太松，虽然说要凹凸，但是你整个字还是。刚抱太横，这个云太长啊，哦！这个还是太浓，奇怪，这张纸吸墨性非常的好。好，记住这里。然后这四点是有连续性的呼应，写扁一点点，就不用拉那么长，哦，结构上要小心，哦，门字不错，写得很好，就太重了一些，哦，多一些速度感
哦，会更有力道。转折提顿哦，不要压哦，就压的太大力过头了哈、哦。连续性哦，哦，你宽站是这样子的。摆动加重挑圆润感哦。好，再来僵歪歪的哦，这也是倪宽站的字。好，左边写的太瘦弱了，重一点，低一些，斜度要做出来，摆动加压挑。厚度都要出来，好，过来这个字左边，这个应该是什么？雏鸟的雏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，哦，因为这已经有点，不知道什么字。哦，重轻差异太大了，哦，不要差那么多。左右两边的位置高低再小心，这里太扁了啦哈。好，鸟这里有点松掉了哈，然后提高一点点，近一点，记住中弓要紧，这个鸟这边宽一点，斜度要做出来，横画长横画要姿态。好，小心这个钩不要太锐，圆润一点，这太尖了。四点要呼应，急，头太小了，弱了，底部的这个木相对的就比较重一点。好，写扁写宽一点，